当年五月节，新竹县望山乡的女万路街，独批一道水饺杨宗祥。过节为食中的民众不惜点火买，因人前几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僵尸业者系用苗路来本人煮饭，人客都关的。据说今年有七成都系提苗路货买的。现款如从羊皮出片到热姜发香，韩国总香，当多个人下去到望山乡街内湾路街，都会买热姜发香来上困难。因为我先生跟我孩子喜欢吃这家的野姜花粽，一般的粽子就是有包蛋黄，然后有肥肉，那野姜花粽的话，它是瘦肉，然后野姜花的香味很香。炸椒花粽为何是做法老日本的做个毛筒肉？除了简单的香菇，韩国虾皮个料调料会强下草，是起来咸味内贵，咸味加入特别的配料。我就出去研发出，你等一下要先炒香菇，你也虾仁要用米酒洗过，还就是野姜花根你也准备好了哟，弄成粉了，所以按样配料落去，变讲内湾啲啊野姜花粽有几个特别的特色。只为糯米含好消化，味道空甜，连安东间内也炸出肉，熟悉味来退。当当年他话同人讲：“哎呦，爱食我爱的老人家糯米食唔得，所以你喊爱的有种糯米拿来改成寿司米，所以呢，你喊野姜花粽子呢，变成了一个内湾的名产。”别下煮饭热姜花粽，虽然少部分系当天发来煮饭界，还有人客直接去到店铺买，大部分都系透过苗路来煮饭。你看立夏天气没冻，没冻好，所以按照哈门市差不多是又三，差不多三成订单停了哈，差不多买哈，其他呢全部靠立夏苗路都该买，差不多又七成左右。当年五年之前，女方楼家的店门会接到超过十万只炸姜花粽的订单，因为数量众多，他总额改变，一只总额十个秒出他的号，造成无限多暗，除了希望民众都爽得到，也好是个总额。下个新闻，方朋友，新竹报道。